大家好，我们是杰弟。今天我们要跟大家玩一个 lip sync challenge， 然后你们可以看到我们本来之前是三个人的，然后我们今天加了一个男生的团员。我叫卡塔西，我叫 Nikki、Deji、Grace。我们是 Jelly 啊，一个人会出三道问题，全分两组，赢的人就没有惩罚，输的人就有惩罚。输的人惩罚是什么？打额头，用这个棍子。哦，我就用这个东西来打额头。如果比如说他两位输的话，他们就要被我们两位打额头，所以一人会打两次 ，OK？ 一人打两次，一人打两次啊！哇，是这样子，不是这样子的，不是一次，不是就是一次而已。你们他，因为他打到小丽，一人打一次吗？一人你打他，他打我，这样子。哦，这样 OK 啊，是一人打一次啊，因为我是很大力的吧，我也是很大力的，有点痛。所以我们不讲多，我们现在就开始哦。我们赢的就跟赢的组，输的就跟输的组。OK， 三，五，五分你啊。OK， 我们就开始啊。来，第一道题目是热到我满身汗。多少个字？六个字。你要我帮你拿。腰。热。啊。热到我，热到我，到，你可以给他看到答案了。给你看，热到我满身汗。今晚打老虎，几个字？五个。今晚打老虎，今晚打老虎。六个字。哪里有卤肉饭？哪里有？哪里有？哪里有卤肉饭？哇，我的妈！超给，超给，是不是音乐 O 不了？没有，哇，超厉害耶！三题还是两题耶？那个台湾卤肉饭。对。八个字。哇，这么长。对。OK。化浓妆是一种潮流。化浓妆，汪东城。化浓妆，一个字，化，三个字，化浓妆，化浓妆，化浓妆，化天窗，哇，超难哦，化浓妆，哇，够难。我们也要放一样喽，大家一样姿势喽。我听到大家还有十多个字。哇，你们就太过分了。没有讲到答案给他听。化浓妆是一种潮流，哇，超难。八个字。哇，无论如何。无论如何。对，绝不读书。全部。无论如何。绝不读书。全部。不是。Oh no！ 绝不服输。错。绝。快两个。读书。对。绝不服输。这个比较容易。真的吗？你骗我。索尼应该比较容易。明明刚刚两个你也讲很容易耶。六个字。对。你的辣椒很咸。什么？很。辣椒。辣椒是第四，很辣。多少个字啊？五个字。六个字。你很。不是。辣椒。小辣椒。不是。好。你很吃的辣椒。不是。猜不到 ，My God！ 我放弃。什么辣椒？你的辣椒很咸。哇，够难哦！我已经肯定要被打了头的意思是吗？哇，一分都没拿，零分。九个字。昨天，我去巴萨买榴莲，这样简单，你看，真的很难耶，对呀、啊。我家老鼠，我家里老鼠，很爱吃保守。包租公家，我家在鸡，很爱吃，
我家包租公，我家老鼠，我家老鼠很矮，我家老鼠很矮鸡，很鸡，改鸡，爱吃孩子，肥鸡。我家老鼠很爱吃包树。最近，最近，我变得很用水。壮嘴，我最近变得很壮帅。最近我变得很壮帅。哦。鸟耶。我喜欢吃很酸的猪板面。哇，猪扒板面。我喜欢吃很酸的板面的猪板面的猪板面。我很喜欢吃酸的猪板面。粗板面、啊、我喜欢吃酸的猪板面。哦，打对了。Dicky 喜欢啥？讲自己很帅。其实他很帅。Dicky 喜欢讲自己很帅，其实他很帅。哇，很准。我想。啊，讲了一次，我讲。我想吃。哦，黄色的面包。旺角板面。我想吃。我点。黄。酸色。酸的。黄色。忘记。他讲我。他时间到了。想不到。我想吃黄色的面包。所以说还是我们没有对，所以我们还是输啊。节目到了尾声，我们是输的吗？所以是他拿两分，我拿两分，我零分，他没有分，所以是4-2，认赌服输，假的就是算数，随便呢，我准备给他。怎样啊？这样啊，哇，很长哦。噔哇，不痛啊。这小丽，不够力啊。Thank you 啊。很难。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要我们挑战的话，可以 comment 给我们看。我们会尽量配合你们。如果能够做到的话，我们就把它拍成一个影片，然后分享给大家。疑问啊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们。啊，不要忘记，最重要就是要 subscribe 我们。对，大家如果要知道我们最新的消息的话，都可以去追踪我们啦。下一次见啦，拜。